根号下一加上 x 的平方，这是第一行的元素。第一行的话，它实际上就是根号下一加 x 的平方，再乘以一个 x，就是这样。然后第二行的话，这个地方没有问题吧？这个。没问那么题。它第一行的话，它实际上就是这个，就是 x 乘以一个 x 比上根号下一加上 x 方。第二行呢也是同样，它是 x 二比上根号下一加上 x 方，再乘以 x，这是我们直接把它把这个乘过来的话，就是三次方，一直乘到就是 xn 嘛，比上根号下一加上 x 平方，再乘以 x，就是这样。那么这个拆开的话，就是 x 一的。看一下，